啊，花生豆浆买了吧？买到了，过来吃早餐吧。等一下。洗什么呢？吃早餐去吧，我帮你。这是我的。我知道呀，掉地上了，我过一下水再晾。不用了。没关系的，你不是洗过才晾的吗？又不是没洗过。知道了，吃早饭去吧。油条吗？不吃。豆腐呢？不喝了。我家里有个弟弟，我们家衣服都是我晾的，我习惯了。所以啊，你没有必要害羞的。我可是什么学历都没有呢。一张床都睡过了。不是什么事都没发生吗？跟我弟确实也没什么区别嘛。让你知道我和你弟有什么区别。魏一，主人，你主人正在呼唤你。主人，主人，你主人圆圆，圆圆怎么会讲话呀？我改装了。古一，古，你要干嘛？我低血糖了。你身体会不会太弱了？居然会低血糖的站不稳嘞！身体这么弱，还不喜欢运动？跟我弟确实没什么区别嘛。我什么都说，什么都没说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再说我跟弟没有区别了。有区别，肯定有区别的。什么区别？你会改装扫地机器人了，我弟不会。啊。出来了，怎么样？老师，你什么问题啊？
老实说，反正你都转行了，我就不为难你了。问了我几个问题就让我出来了。那我现在转行还来不来得及？来不及了。王山。到。孟马，等我们一块吃饭啊。我先去看顾毅答辩，物理系答辩是公开的啊。那让顾毅请客，我们家没钱。没钱也要请。不请就请。如何通过实验来证明粘度和分子量之间的关系，你阐述一下。快乐在耳畔啰嗦，青春笑出了酒窝，爱是雨滴化作糖果，一颗颗洒落，阳光流转在眼波，吻着记忆的段落，好多情节舍不得说，我在心中发热，小小时光岁月长长，慢慢脚步那你说一说，你为什么要选择偏高分子物理方向的研究课题呢？是因为上次上课的时候，老师把钨式粘度计弄坏了，我就顺便做了些改进。顾毅，你觉得你的论文还有什么不足之处吗？我问这问题是不是太没有深度了？他的论文方向本来就比较偏，我看你还是别问了。啊，这样吧，对于这个顾同学的这个论文啊，在座的同学们还有老师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，可以尽管提出来。啊，那个顾同学的答辩就到此结束吧。好。谢谢老师。给谁打电话呢？好玩吗？挺好玩的。走吧，带你吃饭去。珊珊他们说让你请吃饭。我只给钱不去可以吗？你说呢？我说可以。我说不可以，走。